好，带您关心很多的女艺人现在卷入了李宗瑞的不雅照事件。有一些媒体像壹传媒有意无意的就用暗讽露骨的描绘方式，几乎把受害者的隐私公然的散布。艺人舒淇就站出来公开呼吁，希望媒体不要再刊登相关的照片。有民众更是大喊，这根本就是对受害女星二次伤害。到底是谁散布不雅照？检警要查，但真真假假的爆料也一箩筐出炉。八卦杂志有意无意地暗讽，让无辜女星惨遭二次伤害。为了要保护受害者，我觉得应该让这个东西制止，然后不要再讲了。大明星带头反八卦，还有人这样说：那我们那个小孩子都不喜欢给他看到画面。会怕学坏的。对对对，一定的。媒体也要赚钱，周刊也要赚钱，没有错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这么的暴露比较好。